来甲你见面。哦，什么人？伊叫唐浩，听讲伊搁甲你有一面之缘。唐浩，哼哼，殿下。是，唐总书，请。孙大爷，真久无见面啦，你想啥个叫我？唐总书，当然会记你啊，来，听者。孙大爷，免客气，请。 陈总书，今仔未用再称呼大爷，今仔就要称呼将军。孙将军，<笑>我听讲贵祖兄将军伫贺州起义，所以全程赶来投靠，想袂到将军也伫伊帐下。虽然阮孙将军是甲贵祖兄共同起义，但是孙将军并毋是伊的部下。原来如此啊，啊人呢？ 邓总书，顶一摆你甲你遐个朋友救着小路，我孙某一定无机会好报答。为着这项代志，我深深感觉心内不安。哎呀，这是小可代志，唔免去讲了。邓总书，亚兰的你遐个朋友即阵伫什么所在？将军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孙某拄则起义，人力欠款。 我希望你遐朋友会当来到福州，以我强记来说。将军有这种想法，实在是一件好代志。只是我遐朋友即马伫咧倒位，我嘛唔知影。敢讲拢无法度找着恁的下落。这啊，有啊，有一个人会当找着。是啥物人？朱重办。是啊。 我听讲，伊搁倒转去皇家寺啊。嗯，我想起来，这个人有胆有性，我的查某囝对伊念念不忘。邓总书，是毋是会当麻烦你写一张批，邀请伊来个福州，以我强记代书，你看怎样？将军这么哪会知，我乃讲不将命嘞。嗯，<笑><笑>真好，来你啦。 在。温榜素报数，是。要请老友同住。
是阿母，你起来创啥啦？中白啦！阿母吼，拢安尼吃吃，甲你麻烦，真歹势哦。阿母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你着倒咧休困就好。我去买一挂草药啊，要转来遐药互你吃。伟聪啊！伟聪啊！叔爷，什么代志？哦，我知影你伫咧遮，啊，有人写批给你呢。我的批？是啊。是啥物人写我的？这我唔知，你家己看，我先转啊吼。多谢你哦。咩？自恨世道太不公，甘愿少林敬为王。百姓受苦如冰冻，起义还愿，立正当。哈，伊汤好食。是汤河啦，汤河哦，是啊，还是下辈要来创什么？哦，伊讲伊即马投靠伫咧顺德界的起义军，咧起义，伊写一张批要来叫我甲伊斗阵去啊。起义哦，嗯，安尼敢毋是反叛朝廷？哼，世道不公，哪都要改朝换代啊。啊，那安尼听你的意思。你是不是要去的？这啊，那安尼听你的意思，你是不是要去的？这嫁人厉害的代志，我实在是无想要再做啊。是啊。啊！你自细汉就想要家己做皇帝，啊！即马大汉啊，煞要去予人安尼甲你画来画去，安尼唔好啦。咱住诶遮吼，较自在呀、啊。好，阿母，我听你诶话，卖去就是啊。大将军，来，用你了三万大军，积极守护李南甲两淮一带。不敌有我，是。刘将军，对。用你了二万大军，积极江西接收我，此时会不敌有我，是。王安将军，我将在。你敢知啊？本帅手提这本是什么物件？
丞相手中所摕的是一本的诏章啊。无唔对，这是伊德州知府齐达，佮你以权重色，违法乱纪的奏章。啊！这个，怎么就是他丞相不够虔诚呢？我嘛是希望唔是，也唔过事实摆在眼前，本帅不得不信啊！丞相，齐丹那是汉人，伊是存心要跟我作对的，这是无中生有啊！请丞相明察。哦，哼，干嘛呢？也拿咧中断兵路，书将刁平林我关伫家务内底，这款代志，敢是无中生有哟？啊？丞相，我将对朝廷一向忠心不离啊，我绝对不敢做迄款代志啊！是请丞相明察。好，这件大事我会查到一清二楚。我眼将军，在，我命令你领十万大军，将贵族人家搬出，一棒打死，不得救我。是，我将一定袂辜负丞相你的命令。王甘多啊，王甘多！啊！小金库，脱脱这些老狗，竟然为着一个汉人的庄稼人的面头上搞闹鬼，别看气死！上无要紧，但系我这个人若胜利倒转来。朝廷甲我鉴定，早晚有一天，何以才讲我的厉害？你乃什么两辈？贵祖兄，迄个祖兄，贵姓安怎？你讲。贵祖兄实在厉害，我将伊连骂重点耶，埋伏十步起上。啊！传旨是。才惊恐，原来看到这些老狗，你派我来喝酒，都是尊心不良。明知贵族兄伊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偏偏和我的人马遐尔少。真的是被吓害死了！兵将军，小一个妙计。听讲，将军，咱会使加抬一挂人头去交予丞相，安尼伊就不会反抗了。好啊！你空嘴不知你凊彩讲讲的，啊！兵将军的先锋人马拢已经去了了，我凭啥物变去揢人的人头，变来抬人？将军，咱会使用刀枪代替方法啦。Yeah.
呢，敢若有物件臭味大的味呢？哈？物件臭味大？你甲我看卖呢？有啊无啊？无啦阿母啊，做工我都无咧煮啥个啊？有啦，我明明都有闻到。哈？你来甲我看卖啊！哪有啦？有啦。无啊，哪有？哎，有无？啊，阿母你看，嘿，好可惜啦。可是那里烧，那烧到安尼啦！人间诸事苦难，你着命在心，有靠靠下，出去东风百里，就会遇到贵人。伊就是你未来企业的贡献，切记，切记。东爸，东爸，东爸，你有要紧吗？东爸，阿母，阿母，东爸，我无代志啦，我无代志啦，无代志了。不走，地主拢有谨记在心嘛。天生的地主啊，来叩首拜，各边的辅助，将你啊开的。是呀，行，咱来去。阿爹，阿爹，代志好啊，阿爹。哎，什么代志？大惊小怪。阿爹，迄个孙阿叔来，孙阿。无大无小，孙大叔的名也叫出来，什么代志？哎呦，阿爹，你嘛好心的，今嘛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在讲规矩哦？阿爹，你敢知迄个孙阿叔来，伊把所有兵马吼拢总带走去啊啦，讲什么伊要去助你飞王啦？哈？走。